是吗？对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非常无聊的企划，就刚好用到厨房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想给布丁边一个惊喜，因为他非常喜欢看大乔煮饭的样子，觉得太帅了。他喜欢大乔做的样子。那我们刚才已经备好料了，然后我等一下要给你看一个近期比较想吃的料理。嗯，对，然后大乔在那个节目上示范的料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给你看一个短片来考验一下你的技术，然后要尽量还原，尽量还原。对，我不能随意发挥就对了，不能随意发挥，我们就是要吃他那时候煮出来的感觉。好，料理，对，交给你，下面的密码说，好，现在就是我现在第一次看，对，第一次看哦，从来没有看过。好。啊，料理大好きなの。第一次看，就第一次看哦。好的，趁我在看影片的同时来打字解释备料吧。单纯食材的基本备料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可以去看布丁边分享的影片。这边来解释最关键的汤底，鸡粉要二分之一大匙，酱油一大匙，蒜泥一 cm， 豆瓣酱一小匙，姜二分之一小匙，韩式辣椒酱一大匙，然后给它这样拉拉起来，这样子就完成最基本的汤底啦。其实蛮简单的，大家赶快来试试哦。结束了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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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试试看吧。我要开始了。可以添加自己的想法，不行，因为没有，我是说稍微切切这样不行哦，切切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手可以用手吗？我做菜就是感觉菜一切凭感觉。它都是假火，没有，日本的火通常都比我们小一点。对啊，他们是感觉掌控的，它是这个肉里面大概是更小一点，就大概这样子。然后洋葱放进去，看到切了以后，洋葱是切这种的。如果不喜欢吃洋葱的人，但是你又想要有洋葱的感觉，就至少要会切这种，就像洋葱圈一样的。啊，对。它是切块，比较大。那有什么差别？就是洋葱的口感啊。它要炒到洋葱有点软化，所以这边我放了大火。然后我在不知道是醋化部分，就是炒了，炒久了不会变硬，就让它炒。因为它有足够的油脂。对，有点干下。我会把为了要快点熟，我会把肉翻出来，把洋葱焖在下面。他不是说要泡菜汁吗？我没有泡菜汁，没有泡菜，剩下泡菜用一点水清干净。那他说要没有酸味的时候吗？就是有一点会比较没有酸味的，比较入味，因为猪肉有甜分嘛，你洋葱有甜分，所以应该是说，如果你不会判断可能是没有酸味的话，就是你要把洋葱的甜炒出来，去吸去那个酸味。对，好，然后差不多垂下去，好，感觉好酥哦，太满了。他说要三碗嘛，对不对？定鱼。它的蛤蜊啊是已经好的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先下锅。蛤蜊是好的，说它
们的反应。对对对。可是我们需要再煮一下，因为我们要煮一下。如果我觉得，如果你爱喝汤，就可以大概把汤倒一点。因为我们没有蛤蜊手，所以我们要用蛤蜊手。刚好稍微试一下，可能应该会淡。就是日本人会觉得这个，就日本会觉得有点辣辣，是对他啦。对，就是对台湾人来而言是一点都不辣，就是啊，那是下饭的，对不对？日本的开了嘛，对不对？开了。怎么现在这么大？我们帮蛋找一个位置。五分钟吗？哎，计时一下，就这么大碗吗？然后我觉得水有点不够，所以我会加一点水。不一定，别说只是看大小做菜，很凉的。你看啊，如果你的蛋想要吃这种嫩嫩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了。好，最后再加香果。对，提一下红的，最后香的，对，泡菜是很香的。完成了，我们再来试吃。我没有韭菜，不好意思。哇，好，再来试吃哦。来喝喝看，这汤头有什么不一样？100句100字好喝哎，是我喜欢的味道。会辣吗？蛋破掉。我就是要看它这样子啊，不是很多人喜欢吃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，大家都是。哇，真的超棒的，那我就试试看这一坨。我觉得很好吃哎，很好吃。你问100句心得，100字。好吃还是要什么心得吗？还是它你只是因为是大桥重现料理好吃？我觉得汤我原本就是一汤那个料，我觉得味道很刚好。那个酸，那个泡菜的酸味有出来，辣味真的是微微辣，就是日本人最喜欢的。我刚刚对他讲，我刚刚不是吃一口就说日本人，日本的辣真的太不辣。我现在是在讲我吃的感受，对吗？对对对，然后汤粉我觉得其实看起来其实还蛮浓的，蛮浓的。对，我觉得配单喝 OK， 配饭也很好吃，我觉得这样很够。一个人就是虽然说一个人没有办法简单煮吃饭，很饿。的确。嗯，可能因为番茄后放没什么番茄味道，对、啊，反而没有番茄味，就是它应该就是提升一点变化而已。这一口搭配番茄，所以只有泡菜味，番茄味反而其实还好。番茄味很淡，吃番茄才会有番茄味。对，整体是没什么番茄味啊。所以我刚刚在看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问说，番茄怎么没有？它可能就只是加下去，它没有要煮出那个味道。对，如果你要有番茄很浓的味道的话，那你就。番茄要先炒，我觉得是一个绝对比外面卖的都好吃千倍的那一种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可以300-400块，400-500块 OK， 买不下去，大概小火锅100多块就可以了，200，没有，200可以，200没有了，大概200，对，它料很多啊，其实它料很多哎，200多，300好了，300极限300，简餐了，简餐啊，简餐一个 set 300 OK 这样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，快点做个结尾吧，好饿哦，太饿了，这么简单，那就赶快去做来试看看，真的简单。简单10分钟就可以了，对。我大概煮几分钟啊？13分钟。OK。对，所以动作一向很快。对，而且是完全都大火，从头大火到尾，就赶快结束这样子。对对 对，但是还是不改啊，就表示还是很好吃这样子。对啊，我没有改太多东西，只有没有加韭菜而已。对对对，韭菜其实也应该只是味道，就是一个味，跟换个味道的，就是番茄作用有点一样。他可能想要让口感比较多变化一点点这样。吃起来喜欢韭菜的就加，不喜欢我觉得没加。对，没差。可我觉得番茄也是有提到作用吧。番茄清爽味，还有洋葱，是真的，就是浓，可是整体汤头是清甜的，不会说太单调。我没有想要把它喝完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我只有肉，对，只有肉有放，只有肉有放，稍微抓盐，其他都没有，其他都没有。那汤真的很够了，不用再加盐吧？就是够，很咸，够咸了。那味道非常的浓郁，就对，浓是浓的，是浓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不是外面那种很随便淡淡的那一种，对，泡菜汤不是。对，绝对会满意。满意，把今天分享到这里哦，拜拜。对，就是红丹，我喜欢的人很容易就是红色这样子，印象啊，死药啊。这是什么？白色。白色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我需要把大乔娃娃放旁边吗？那你。我布丁边要求要拿这个颜色的啦。这什么啦？发疯了！我可以自己先吃吗？可以。